干烧白武鱼，借鉴了大前干烧鱼半煎半炸独特的烹制方法，烧出来的口感外表淡香，肉质细嫩。白武鱼是内江的一个特产，吃不动，营养价值更高，在1.8斤到2斤左右，上十字花刀，大概就是1公分左右。辅料有泡海椒、五花肉、蒜料，锅内加入菜籽油、猪油，半煎半炸，炸的时候不停地晃动，以免烂锅，炸到两面均黄。锅内留少许油，加入五花肉丁，肉丁色泽金黄时，加入姜蒜、豆瓣、泡海椒一起炒香。由色泽红亮时掺入鲜汤，烧开之后调入鸡精、味精、白糖，一面烧个4分钟左右，再进行翻面。干烧鱼水平一定要收干，晾油时把乌鱼捞起来，再下入蒜苗，加一点陈醋，大火走汁儿，淋在鱼上面就成菜。它就是传统的家常味，表面金黄，入口淡香，肉质紧实细腻。